现在继续开会，处理临时提案。每位委员发言时间一分钟。我们先请吴志扬委员。吴志扬委员不在，本案暂不予处理。接着请曾明忠委员。主席、各位委员，本院委员曾明忠等十二人临时提案，建议金融科技 FinTech 的发展将产生新形态的数位金融商业模式。但目前政府体制下，经济部掌管电子商务，金管会主管传统金融，科技部主管网络科技。未来数位金融商业的发展业务将扩及传统金融、网络科技及电子商务，且将衍生专利权保护、网络安全等问题，在现有政府权责下，单一部会管理难以因应发展的需要，因而建请行政院成立任务编组，来协调统合金融科技发展的政策，臂力金融科技的发展是否有当，敬请公决。本院委员曾明忠等十二人提案作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研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通过。接着请李彦秀委员，李彦秀委员不在，本案暂不予处理。接着请林德福委员，林德福委员不在，本案暂不予处理。接着请江启臣委员，江启臣委员不在，本案暂不予处理。接着请罗明才委员，罗明才委员不在，本案暂不予处理。接着请赖世法委员。主席，各位先进，本委员赖世法等十五人临时提案。我们的公共自行车第三人责任险，自从去年的八月开办以来，到今天为止，并没有任何的县市交通单位投保，无疑使行人曝险于人车共道的制度当中。有鉴于此，为使微笑共识理念不留遗憾，原提案要求行政院及相关的单位应该尽速参照国外的经验，研发以使用者习惯为基础的公共自行车纳入强制责任险的执行计划，以免发生事故时受害民众求偿无门，是否能够进行公决？本院委员赖世宝等十五人提案作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通过。接着请卢秀燕委员，卢秀燕委员不在，本案暂不予处理。接着请蒋乃馨委员，蒋乃馨委员不在，本案暂不予处理。接着请简东明委员。主席、各位委员，本院委员简东明等十九人，建议目前原住民专门人才奖励要点，补助体育杰出人才仅限于世界亚奥运赛事正式项目、中华民国全国运动会亚奥项目等等，却缺乏补助原住民身心障碍运动赛事项目，比如世界听障奥运会2009年由台北市主办，中华台北拿下11金、11银、11铜，多排数世界第五，世界听障篮球锦标赛等，对原住民身心障碍之优秀体育人才极为不公。为鼓励原住民优秀身心障碍体育人才，原提案要求原住民族委员会应将身心障碍赛事正式项目纳入补助范围，是否有当，敬请公决。本院委员简东明等十九人提案作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研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我们通过。接着请王玉明委员。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员王玉明等十三人，鉴于环保署资料显示，燃放鞭炮与焚烧纸钱之宗教民俗活动，致使 PM2.5 指数飙升，造成空气污染加剧，民众可能因而引发后续健康问题。原建请环保署严拟针对民俗活动之空污
防治对策，并会同内政部积极辅导寺庙及民间宗教团体斟酌改用环保金炉、电子鞭炮等祭祀替代品，以减少空气污染。是否有当，敬请公决。本院委员王玉明等十三人提案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我们通过。接着请黄伟哲委员，黄伟哲委员不在，本案暂不予处理。接着请蒋万安委员。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员蒋万安等十一人临时提案，鉴于今年第十七周4月24日至30日全国门诊、急诊、肠病毒就诊人次共计11174人次，较前一周上升25.8%，已突破流行阈值11000人次，宣告全台湾正式进入肠病毒流行期。原此建请卫生福利部加强防疫宣导，事前规划紧急应变机制，落实就医分流及转诊制度，以保障国人身体健康。是否有当，请公决案。本院委员蒋万安等十一人提案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通过。接着请周春米委员。主席、各位委员同仁，本院委员周春米等十五人临时提案，鉴于台湾四面环海，具有发展蓝色经济优势，应善用海洋资源带动偏乡的发展。台铁旧东港线兼具交通与观光之特色，可连接屏东县东港镇及大鹏湾国家风景区，形成蓝色海洋旅游金三角。原请交通部复使台铁旧东港线，以建构便捷交通网，串联重要的观光资源，是否有当，请公决。本院委员周春米等十五人提案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我们通过。接着请蔡世应委员。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本委员蔡思应、陈欧博、郑宝清、吴其明等十三人，建议目前护照规费1300元，然而实际上单本护照成本仅约1/2，与规费定价相比明显偏高，有失合理。考量近年护照发放量逐年增加，去年度一共发放了接近200万本，显见我国人民护照办理之需求。外交部领事事务局去年度的规费收入约26亿元。为年度单位税出预算的2倍，参酌外交部领事事务局成立的目的，应以服务民众为其本务，而非谋取利益。因此，基于目前护照规费超过合理收益范围，建请外交部领事事务局将现行护照规费降至1000元整，是否有当，敬请公决。说明：一、目前护照规费约为1300元，但经估计，一本的护照实际成本约是699，两者相距皆大，可知目前护照规费明显偏高。二、参照上表发现，我国人民办理护照逐年增加，至去年为止，本院委员蔡世应等十四人提案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通过。接着请吴志扬委员。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员吴志扬、徐真卫等十一人，鉴于化妆品制造厂商为了确定其产品未对人体产生不当反应，
会先以动物实验来确定安全疑虑后再进入人体临床实验，但是它动物实验方法极为残忍也不道德。欧盟已在2013年禁止它的境内销售任何经过动物实验或含有经动物实验成分之化妆品，其中包含在境外进行动物实验的化妆品也在禁止贩售的范畴。世界各国如印度、以色列、澳洲等国都已有现行法令或审议中的草案明定禁止贩售或测试以动物实验的化妆产品。为了顾及我国国际声誉，保护动物权益，特建请行政院尽速召集所属机关与相关单位，就国内化妆品厂商以动物作为实验对象提出检讨，并订定相应的规范，是否有当，敬请公决。本院委员吴志扬等十一人提案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严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我们通过。接着请李彦秀委员。本院委员李彦秀等十一人，鉴于我国护理人员过劳时有所闻，严苛之职场劳动环境与违反劳动权益政策，造成第一线护理人员疲于奔命，甚至导致医疗体系运作更困难，更危害病人的性命。面对长期畸形之护病比，以及医院评鉴的制度，以及超过可负荷的病人量，让护理人员在尽力达成医护照顾之下，却使得医护病之关系随之恶化，造成国内许多护理人员服务的热情消耗殆尽，欲选择转换跑道，面临国家医疗体系崩坏在即，台湾医护人员权益与医疗品质甚有不当与不公允，仍势必在有在检讨的地方，是否有当，敬请公决。本院委员李彦秀等十一人提案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通过。接着请蒋乃馨委员。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员蒋乃馨、徐增卫、王惠美等十八人，有鉴于2001年底本院完成紧急医疗救护法修法三读，要求公共场所需配置简易电击器 AED， 截至今年2月底，已装设10000多台，但调查发现有40%的民众听过 AED， 但有高达82%的民众不会使用。为维护民众生命安全，提高紧急事故存活率，本席等要求行政院将救护教育落实到各级学校，提高公共场所、政府机关及各级学校 AED 的装设率，创设 APP 紧急救护教学软体，透过视讯系统宣导、教育和指导进行紧急医疗，是否有当，敬请公决。本院委员蒋乃馨等十八人提案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通过。接着请卢秀燕委员。主席、各位委员，本席以及王惠美等十一位委员，有鉴于电视新闻已经成为儿童认识世界的主要管道之一，传播媒体对于儿童的成长极具重要性。依据中华传播管理学会的调查指出，儿童透过电视或者新闻的比例占89.6%，但是比起欧洲许多国家，早在1970年代就开始投入制作儿童电视新闻，台湾却连公共电视都没有制作儿童专属的新闻节目。为维护我国儿童接收正确讯息的权益，具有公共服务性质的电视台应该制作儿童专属的新闻节目，是否有当，敬请公决。本院委员卢秀燕等十一人提案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通过。接着请罗明才委员。主席、各位，
本院委员罗明才、陈学生等十九人，鉴于台北自来水事业处宣布3月1日起调涨水价，南其所涉及区域尚包括台北、新北市新店、永和、中和、三重与汐止区，对此新北市的民意代表完全没有管道可以监督台北市政府的决议，更完全违反民主宪政体制下的制衡原则 checks and balance。此外，台北市下设自来水事业处亦不符合地方自路法第18条所明定直辖市之自治事项，因此本席要求行政院应立即要求将台北市自来水事业处收归台湾自来水公司，以统一自来水供应与台北水资源之管辖权，或是重新检讨行政区划法，将被水处其他非位于台北市的供水区一并并入台北市，以符合民主宪政体下的制衡原则，是否有当？请公决案。本院委员罗明才等十九人提案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通过。我们临时提案均已处理完毕，我们继续处理复议案。第一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12次会议报告事项第65案之决定提出复议，请公决案。决议另定期处理。第二案，本院委员林维洲、陈学胜等22人针对第11次会议讨论事项第5案之决议提出复议，请公决案。决议另定期处理。现在散会。